没声音哦。好，愿你们平安。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斐的儿子雅各、奋力党的西蒙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
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基督夫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耶稣升天以后，很多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同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的。今天是给我们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之前，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状态，现在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当时耶稣在可西玛尼祷告的时候，当时耶稣的门徒都睡觉了。耶稣知道马上要被钉在十字架，所以耶稣在可西玛尼祷告的拼命恒切祷告，好像流汗了，出流泪一样，流血一样。不过当时耶稣的门徒呢，都是睡觉了，所以耶稣当时钉在十字架的，从力量是好像因着祷告，依靠爸爸，依靠父母，依靠父亲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在可西玛尼的祷告，对了，升天以后呢，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都逃走了，都害怕死，怕死了。然后呢，耶稣基督的门徒回来以后，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们知道了，就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们在聚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然后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到了，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呢，这个耶稣的门徒完全都我们完全改变了，不怕死啊，刚强壮胆的心。人还是一样，但是他们环境是还是一样，但是他们改变了，被圣灵充满的门徒的耶稣的门徒了。所以他们后来都完成他们的使命。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也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我的力量，依靠我的力量。今天还是我们不是，是不是依靠我的力量，还是依靠圣灵的？以弗所书二章五章十八节说：“不要追求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谓圣灵充满的生活是自愿的，把我们的意志交托给圣灵的支配。圣灵充满者的心理状态是他们的所有意志、感情以及智力完全让圣灵主管，依靠他。圣灵的充满不是通过努力和夺证得来的，而是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我们相信和依靠上帝，他具有除掉我们心中罪恶的能力。圣灵的充满是完全降服上帝，降服上帝，同时依赖他。圣灵的充满是完全抛弃自己时才能得到的，像溺水的人一样，当他在拼命挣扎的时候去救他，反而两旁都危险的。我是游泳教练，我教游泳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用力，那怕死嘛，怕死了，他们害怕的原因，用力就是沉下去的，放松能浮起来的。所以到他完全抛弃自己的时候，帮助他，他会顺服的接受帮助的，顺从生命的旨意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没抛弃自己，得不到圣灵的帮助，要按着圣灵的旨意，先完全的抛弃自己的意志，觉悟到自己的力量渺小，像溺水精疲力竭的人一样，顺服的接受圣灵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圣灵充满，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说话很多的说话，有能力，有工作的很多的工作，施工也很多，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他是与主耶稣的追霸，他是用说话的，没有发出里面的，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发出来的。那这个人这样的人是容易累死了。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有用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你要用力的话，你拼命，你依靠你自己的力量要拼命做的话，你不知不觉沉下去了。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现代的我们疫情以后，我们的很多弟兄姊妹，现代基督徒，我们不知不觉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个特别特别危险的。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燃烧我们的，我们真的每时每刻每刻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每时每刻我们要靠圣灵，不要依靠你自己的力量啊！我们一起唱赞美，燃烧。让我紧握住你的手，使我将生命倾注于你。这是用我的血与你所立的新约，作为你生命的赎价。爱的火河流进我心，焚烧之灵将我污秽除尽。释迦使我们深深连接一起，你的爱情彼此更坚强。爱火燃烧，燃烧在我血里，是我为你奋勇征战到底。爱火燃烧，燃烧在我血里，是我一生为你沸腾到底。爱火燃烧，将你烙印我心，是我一生爱你坚贞不移。爱火燃烧，铭刻在我心里，与你今生相约，我心所爱你极美丽，舍下忧难并嘴唇低迷，你的脚踪所经之地何等的佳美，苏醒人心点燃复兴。让我紧握你定恒手，跟随你脚步旋转不离，你眼目发出火焰沸腾我心，我们深渊与深渊相依。爱火燃烧，燃烧在我血里，是我为你奋勇征战到底。爱火燃烧，燃烧在我血里，是我一生为你沸腾到底。爱火燃烧，将你烙印我心，是我一生爱你坚贞不移。爱火燃烧，铭刻在我心里，与你今生相约，燃烧在我血里，是我为你奋勇征战到底。爱火燃烧，燃烧在我血里，是我一生为你沸腾到底。爱火燃烧，将你烙印我心，是我一生
烧在我血里，是我为你奋勇征战到底。爱火燃烧，是燃烧在我血里，是我一生为你沸腾到底。上帝祝福你们，愿每时每刻被圣灵充满。我交给你主持人。哇，弟兄姐妹们平安。王部长，敬拜还不过瘾，你就要停了。感谢主，你说。继续带领敬拜啊！哦，可以吗？20分钟嘛，到20分钟嘛。是的，谢谢你。每一次跟着你一起敬拜，就跟朱瑞莲牧师一样，那种火永远是把我们提升起来，让我们的眼睛就注目在你看这个图上，这图做得多好，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上面的那个光，云上的太阳，太棒了。琳达姐，你有没有要先分享这个？还是如果没有什么怎么样的话，就放诗歌放到11:30嘛，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哦，不好意思，那个今天我邀请了一位那个我们的泰国清迈，中国海外宣教士训练中心的校长，我们的王院长今天参加了。好，那请他时间交给他。王老师，你说一句话可以吗？好的，谢谢，谢谢王部长，还有谢谢你们弟兄姐妹在线下跟你们联系这个感谢主。还有呢，我也王部长以前介绍给你们，然后我探访过来这里，我们一起那个唱赞美歌，然后一起祷告，所以这也是感谢主。虽然我们疫情当中，但是还是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仰望主，仰望主耶稣。然后刚才我们唱赞美歌当中看到，我们受到神呼召，我们成就这个神的那个管道，还有神的这爱的火起来的这个一个什么呢？所以反正感谢你们。还有我以前暂时介绍一下吧，我现在跟王副长一起在清迈，跟那个一起那个为了那个中国教会那个弟兄姐妹一起准备宣教的呢。我以前住在那个中国大陆西北，那个青海省啊，还有那个拉萨附近的喜马拉雅的那边，一直为藏族人、藏族 Tibetan people、藏族人服侍，所以我也是心里面还是负担是为了那个我们为的子民，
那个德久，然后他们都知道那个神的爱，然后回头悔改回来，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神。所以，请大家弟兄姐妹，为了那个整个世界上的那个未得之民，跟他们那个一起仰望主，还有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我们这个向神，我们这个殉教的方面一起，奋爆一下吧。反正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好，谢谢黄院长。阿们感谢王部长，感谢黄院长，看到你们效法基督，好像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就好像效法主耶稣一样。是的，当我们蒙恩了蒙召了起来，我们就是要走出去。 UUPG 还有刚才 Linda 一开始有分享，他今天清晨听到其他地方那边远地方在那坚守的神的仆人，这都是非常的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后面祷告，就跟前面的人一起联合，因为祷告就是一个连结，祷告连结使我们在天上的神他赐下力量，祷告让我们跟在远方的宣教士，在远方的宣教工人、服事的工人、阿爸父一起连结，也希望我们借着祷告兴起本地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眼被打开，我们的手脚也被得到释放，一起走出去，何等的美！向这些宣教士们致敬，谢谢，愿上帝祝福你们。阿门，谢谢你。嗯，阿门，谢谢你。好，很欢迎这个黄院长来到我们当中，非常荣幸，谢谢他，知道他很辛苦。最近那个宣教大会，那个我们在恩格玛开的那个群，听说国内现在应该是看不到我们的讯息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大家多为这些网络的这个联系来祷告，看什么样的联络方式，总是希望可以 不因为任何原因中断。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就是交给林梅姐，这个我们的好弟兄姐妹们，早安或者是晚安。感谢主，疫情会把人 lock in， 把我们人居家，但是神的国度更加的展开，不会因为这样被阻拦，何等的恩典！尤其借着这个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有的网络，就是祷告，让我们延续这个网络，让我们延续这个祷告，开始今天的 WM830的祷告。我们不急着话多，我们只把自己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神的话语怎么样感动你，我们就很快的可以分享，
回应是短的，因为是跟阿爸父说话，何等的恩典。谢谢你我的神，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先安静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来认罪悔改，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我们的有限，只有圣灵来，主耶稣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洁白再来到神的面前。恳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使用我们的手跟脚。 Amen。 大家早，请问，你们在线上吗？怎么都没声音啊？哎，时间还没到啊。好吧 ，Lily。今天带领的姐妹 Lily。那可能请琳达姐，你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诗篇五十六篇的朗读？若是有，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带领经文，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我几次的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若有圣经的，请也把这个诗篇打开来，让我们安静看大卫他
他的心，看大卫，他向神的呼求。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诗篇第看到这一段经文，听了刚刚的很有感情的朗读方式，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心里有什么回应？我就想到，的确，我们人生我们人生没有一平风顺的，甚至像大卫，他知道拣选他的是谁，是神啊，为什么神啊，你拣选我了，我的一生这么颠沛流离，这么痛苦，还被追杀，唉，但是想到看到他，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啊，而且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子里头，你这么珍惜我，他能够继续往前走。的确，今天我们的世代，尤其这两年我们处在美国的环境，更是加上疫情，
是不是你在家庭里头，我在家庭里头，我在我的公司，我的工作场合上，我在教会里也有同样的说，神啊，我这么尽心，这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但是想到神应许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当我们抬起头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我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你就一直陪伴着我，跟着我走，何等的恩典，我感谢赞美你，我感谢赞美你，我的天父啊，你眼目不曾离开过我，我感谢赞美你，我的主耶稣基督啊，你应许与我同在，你就没有离开过我，是你呢，我感谢你没有让我跌到死亡的边境，没有让我绝望到活不下去，甚至你还扶持着我，不时的把我下垂低下来的头把我抬起来，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的神我的父，感谢赞美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天父，谢谢您通过姐妹分享的诗篇56篇，让我们看到当年大卫他在腓力士人那里的时候，他是陷在一个怎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在撒母耳记上27章里面记录了他的这一个事件。腓力士人在圣经当中经常拿来是与犹太人作对的。大卫应着您的呼召，他不得不去到腓力士人中间，那样的困苦，那样的流离，不知道他晚上流了多少的眼泪，因为思念他的家乡，思念他的同胞。他也把这样的眼泪放在您的手上，可是他知道因着倚靠您，他的这一切的苦难您都纪念。在诗篇56:8中后面一句，他说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这是一个在那个时候给大卫有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他知道如果为了行善而受苦，这是会被您纪念的，这是会被您祝福的。他有着这样一个属天的眼光，从而在腓力士人中间，他有着因着倚靠您而有的智慧和力量，去在那里待了1年多。这样的境况，可能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可能我们身边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境况，可能我们会去宣教的时候被那些不相信的人所扭曲的对待，不公平的对待，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因着更多的倚靠您而被其他的一些
弟兄姐妹们误会，或者说每一个人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所呈现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的时候，会被弟兄姐妹们议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否有着和大卫一样的属天的眼光？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一切因着您让我们去所行的善受到磨难的时候，这都在您的册子上？天父，谢谢您这样的来提醒我们，也谢谢您能够把大卫放在我们眼前作为一个好的 example， 让我们在他身上学到这么多这么多的功课。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环境都是您允许的，在这样允许的环境当中必定有我们要学的功课，在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必定会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甚至痛苦，甚至绝望。那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比起那将来要承受的您给我们的基业，这眼前至亲的苦楚，因着倚靠您，因着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战胜。虽然在这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不容易，我们渴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因着倚靠您，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您的感谢和称赞，他的心，他所有的一切，他所有的灵都因您欢喜，他的肉身也在您里面安然居住。因为他知道您必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您的圣者见朽坏，您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您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您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爸天父，谢谢您，谢谢您让我们看到这一条路我们当怎样走，就求您能够在今天以后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困境当中，在每一个被误解当中，在每一次我们不得不流泪的时候，用您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谢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Amen。 亲爱的发福人，谢谢你，感谢主耶稣啊，回想你的恩典和怜悯，每日我们能将心痕就像带到你面前，谢谢你主，感谢主，每一个祷告表明我相信你的应许。主啊，主啊，我们的主必随听我们呼求，并且看顾。谢谢主耶稣，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得胜。 Amen。 谢谢主耶稣，我爱你。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餐的灯火你不吹灭。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走这条道路往往是一条苦的道路，是一条窄的道路，但是主耶稣你比我们还苦。主，我们苦算得了什么？主耶稣你背负十字架，你破碎你的寿命，主啊你受苦，主啊走14条的苦路，你没有天花板，你没有阵痛的人子，主啊你却把最好的主啊奉献给我们，主啊你为了你的死来拯救了我们，主啊我们在服侍你的道路上，主啊我们不怕艰难和困难，因为主耶稣你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一切。主啊，求主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惧怕，我们就像约书亚
学习主啊，约瑟亚在三次当中你说不要惧怕，要放胆影响。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没有惧怕，我们还有剩余。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人人之间的一些摩擦都会过去。主啊，但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永远流露出来。主啊，我们宣告，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主啊，学出来，主啊，学出你的话语的行为，在你的话语当中遵循你的旨意。我们要回归圣经，回归与十字架的为本，回归走窄路，进窄门，进去的是宽的。主啊，我们主啊，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们宣告在你里面，主，我们比世界一切更有能力，更大。主耶稣，我们主啊，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给我们在线上的王部长，以及还有另外的一个韩国宣教士，还有我们弟兄姐妹都在这里。主啊，有耶稣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活着，我们要勇敢地站立在这里。谢谢主的爱，谢谢主的恩典，愿主的爱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你放长我们勇敢的绳子，你坚固我们的脚趾。你说敬畏耶和华的儿女大有依靠，敬畏耶和华的儿女灵魂体建在你卯内，又牢固又坚固，住在你的幔内。谢谢主，哈利路亚，荣耀我们的主。主啊，你耶和华做新事做大事，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平台，来荣耀你十字架的救赎，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合二为一的主啊，带领者。主啊，求主来帮助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哈利路亚，荣耀我们的主。主啊，无论日夜云柱的火柱，夜间的主、夜间的火柱，你都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活的主啊，像主耶稣基督披戴基督的印记，让我们以生命影响生命，传递生命。若一粒麦子不死，不能不落在地上，不能生出更多的子粒来。主，我们就是那一颗麦子。主，我们要学会走十字架的这条窄路。主啊，你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有你我们不怕。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要主啊来走神的十字架的应许之路，让我们放胆影响新的挑战。主啊，重新得力，行勇展翅。谢谢主，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接下去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诗篇五十六篇啊，再一次的跟诗人的心能够再一次的在一起。主啊，这诗人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主啊，诗人说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些事你不是都记在册子上了吗？主啊，是的，诗人是多么的彷徨无助，当他几次流离，几次眼泪流不尽的时候，主，他想到的就是你。主啊，是的，让我们再次的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思想我们这一生当中也是有许多的飘离飘流，茫然，甚至于流泪，在夜间的时候无人安慰。主啊，但是想到你都看见了，你都知道，主，你也没离弃我们，而我们也紧紧地抓住神不放。主啊，这一份恩典是因为你紧紧地抓住我们，没有放开我们。主啊，谢谢你。主，让我们也能够再次地说，主，不论从今而后我们在哪里，
我们依然的信靠你，依然的要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不论环境如何的动荡，但主，有你就好，有你，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主在你里边，我们就能够得安慰，得平安。主啊，就求你应许你自己说过的话，你说在世有苦难，但在你里边有平安。主啊，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信靠你，求你的话就这样子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享受你完全的平安。主啊，谢谢你，也求你继续的安慰，安慰那些在正在流泪、正在受苦的人身上。主，有许多的灵魂在黑暗里面哭泣，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在那边流泪。主啊，求你差派使者去安慰他们。主啊，求你差派天使去扶持他们，不叫他们的心死亡，也不叫他们的哭好像没人听见。主啊，求你差派你的使者去拯救他们，去安慰他们。特别在这个世界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主啊，很多生命就这样子骤然之间就死去了，家人无法接受，主啊，他们受不到安慰。主啊，求你怜悯，再怜悯。主啊，主啊，帮助我们，若是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安慰者，主，你就差遣我们出去，去到那些需要安慰的灵魂旁边。主啊，谢谢你，愿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在你的孩子们身上，让我们擦干眼泪，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依然活着。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站起来，是因为我的救赎主在旁边帮助我们。是的，我们的救恩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安慰需要安慰的人。让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主，我们亲爱的父，虽然在圣经里头主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每天都要喜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会有哀伤落泪的日子。我主啊，当我们碰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落泪。当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一些我们所关爱的人，他们却仍然活在罪中，他们仍然不认识神，或者是他们虽然尝过了天恩的滋味，但是他们却又被世界上的一些其他的事情所掳走，我们也会落泪。当我们看到这社会上的不公不义，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去面对的时候，我们也会落泪。当我们看到政治上的一些丑恶的事情，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以法律，他们却以政策的面目出现，我们也一样会落泪。哦，主啊，就像这篇章节上所写的，你把我们的泪装在你自己的皮带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落泪，你也知道我们落泪的原因。哦，主啊，当我们没有办法不落泪的时候，求主托住我们，因为我们所能依靠的就是神您自己。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依靠神必然不惧怕，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是的，人也许没有办法帮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为了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而落泪。
我求主检查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为什么落泪，也知道我们清楚明白只有神能够改变这一切，所以我们把这一切再度的交托在神自己的手中，求神您亲自干预，让我们所受到的压迫能够被拿走，让我们所亲爱的人他们能够不受到这些魔鬼或者是一些恶势力的羁绊，而能够再回到主你自己的羊圈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的不公不义也能够因主你自己的干预而离开，让这些政治人物也能够悔改，让他们知道他们虽然自以为自己权高位重，但是他们在神面前仍然是神你所掌控的，神你掌控他们的一切。哦主啊，当我们对这些事情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它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是的，阿爸父，很多事情我们无奈，或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昨晚朋友们在沟通，有一个人就几个小时就不见了。我们这个时候也特特的为一些我们平时有关怀的、有沟通的人，突然没有了连结，让我们心里很担心。阿爸父，谢谢你也借着这样子的事情提醒孩子，让我们不会因为疫情停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怀。的确，大卫他向你呼求，但是有的时候想到，当我们人真的很低谷的时候，常常会觉得神啊，你根本看不到我，我不想被你看到。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你垂听祷告，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你的眼目不曾离开过你所爱的孩子。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的姐妹来祷告，恳求你帮助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你都看到的。谢谢你，我的主，我的神，也感谢你提醒孩子能够有多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你的面前，为圣灵摆在心里的人来为他们祷告，给孩子 time management 的能力，拿起电话筒、微信，也能够给他们一点彼此的鼓励。多少时候我也是这样，不是吗？谢谢你，我的神啊，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men。 是的，主，当我们在发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通常就会有更多更多的问题围绕在我们身边，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像诗篇这边讲的，我们的仇敌终日就是借着任何时机，就是想要把我们给吞了，也是乘着他们的骄傲攻击我们。但是我们惧怕的时候，还是要记得要依靠你。我们好像感觉你不在，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安静。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一颗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那圣灵的同在，我们就没有办法受到这些撒旦魔鬼莫名其妙的搅扰。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有时候当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都好像都没有出路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把你忘了，不是你把我们忘了，你一直都在那边，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去领受你的同在。当我们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变成流离失所的时候，你都一一的记述。求主也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你都记在你的册子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呼求主，我们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确据。我们依靠神，我们要赞美他所说的一切话。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是啊，亲爱的阿爸父，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清晨在学习你的话语。诗篇56章就是信靠神的祷告。是啊，主啊，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眼泪，我们有痛苦，可是我们更知道我们要依靠的是耶和华神，我们要赞美他。我们依靠神，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主啊，我们需要的就是单单的依靠你，单单的仰望你，把人把事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脑后，因为唯有依靠神才是唯一我们能够得到走向你永生道路的一个之门，唯一的一条道路。主啊，真的是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单单的仰望你，我们不把这世上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来干扰我们。主啊，我们依靠你，我们必不惧怕，你让我们刚强壮胆。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就求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来战胜自己的软弱，让我们来战胜自己的小性。主啊，就求你将你所许愿的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摆脱那些死亡，脱离那些试探。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时时刻刻的在你的同在里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真的恩典的时间。主啊，感谢你让我看到这一现象更真的主呼召的这个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真的感谢主让我领悟到真正的我们的阿爸父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
每次每时每刻让我们受到属灵的平安。主啊，感谢您，我们不是孤儿，我们不是世上的孤儿，因为我们的我们的神为我们成为阿爸父，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父套书，我们主的子子，我们渴望在主的里面与您同行。主啊，求您与我们同在，医治我们的受伤的心。虽然我们疫情当中彷徨来往，我们找不到我们的人生的路，很多人现在受伤的这样的情况下，主啊，信靠神的话语来，我们复兴起来，活出福音，活出十字架的爱，让别人世上的灵命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一起过活着，然后我们发光神的光，我们渴望在你的里面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眼。主啊，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然后成就您的旨意。主啊，感谢您让我们看到这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这诗篇五十六章里面看到您成为我们的阿爸父，让我们在您的面前，我们都放在所有的，然后再活出在您与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东西放在您的里面，然后我们再跟你一起，跟您一起活着，让我们终于结的结果子，结神的果子了。感谢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是的，阿爸父，当看到这个经文，看到大卫的呼求的时候，孩子原来心里有一点低沉，但是突然孩子发现我们十三个里头有四个弟兄啊，就想到今天早上美西晨祷的时候，当郑牧师在说到家庭，讲到而这个教养教导的事情，我就想到曾经有听过这么很多牧者在呼求的 Where is the man? 男人在哪里？的确常常想到每次聚会的时候，尤其祷告聚会等等，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姐妹们，但是今天我看到三分之一，我就向你献上感谢，阿爸父，你让孩子从这个有一点低沉的心情再次的高昂起来，感谢你我的神啊。是的，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就在这儿，你要兴起我们，不只让母亲们回来，让母亲们回家，让父亲们带领家，让教会们更是能够顾到家庭。谢谢你我的神啊，从这样子的心情再次的想起，是的，你就是这么恩待，这么恩待我们，你扶持我们低落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阿爸父你的心意是这么宽广，我向你献上感谢赞美。是的，无论什么事情你都在那里，云上的太阳都在那儿。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你这么爱我，这么爱我们，这么爱垂听敬畏你儿女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主啊，看到大卫他所经历的苦难，也是跟着在一个低层的状态，但是也是感谢主啊，在这个同时，我们又看到了保罗的经历，但是保罗他所表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刚强壮胆的一个表现，因为同时我也是在读哥林多的后书，瓦器里头的宝贝，这个保罗的话语是这么样子的激励我们，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他也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谢主，让保罗给我们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这么美好的榜样，我们就要以保罗来作为我们的激励，不管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不是不是所见的，而是所我们要顾念这个。我们感谢主，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然后主耶稣啊，我们有你这样的神是何其的美好。当我们在被人驱散、被恶人压制、流离的时候，你都计算、都记下来；当我们心中难过、流泪的时候，你都把我们的眼泪放在你的泪边里面。感谢你，你都记得我们的。在世上的日子，主啊，我们有这样的神，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你这么样亲密我们，你这样子眷顾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常纪念你的恩典，主啊，你既然救离我们脱离死亡，岂不是救赎我们的脚步跌倒，使我们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吗？是的，主啊，帮助我们啊。常常纪念你的恩典，行在你的光荣之中，知道当我们跟随你主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生命的光，这样我们感谢你，也祷告奉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我想
有感动想要念一段另外一个美国宣教士，他也是一样会讲中文的胡教练，也曾经来到我们 Coffee Talk 分享。他说多年来一群人挑战自我，追求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爱、真实、相互服务，他们达到高达5000米的高峰，每一次都是他自己的情感体验。在原始的自然美景中，我们与我们的创造者上帝同行，我们笑了，我们流下了眼泪，我们意识到我们为什么活着。今天我们都为心中的一群特殊的人而活，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其中一些徒步旅行很艰难，我记得呼吸急促和双腿疲惫，我记得冰冻的早晨和我们登山向导的技巧点燃的美丽火焰。这么多的人生教训和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在我心中，我祝他们一切顺利，他们正在改变世界。是的，谢谢你，我们 接收到了你的祝福，感谢赞美主。不管我们几次的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的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生命册的上面能够记载着我们自己的名字。哦主啊，无论我们经过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相信主你都知道，我们也求主纪念，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确保我们在生命册上这个地位。如果我们做了任何的事情让主感到难过的话，求主透过圣灵来催逼我们，我们不要做让圣灵跟主难过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离成圣还远，但是求主继续鞭策我们，继续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像耶稣。我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仍然有很多不能自己控制的感情，但是我们仍然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都以主耶稣您的心思意念为意念，用您的眼光来看这世界。让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就求主帮助，让我们不会只会哭泣，而要让我们也能够看到神终究是掌权的。我们要看到透过悲哀所看到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我们请王部长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好的，现在我们的阿爸父神，感谢您。今天我们来主的面前，我们要一起同心合意祷告。主耶稣，我们的人生都是有限的，是的，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希望的。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遇到这样的痛苦，主耶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加强变盘，但是我们还是不会放弃。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我们相信上帝用仁慈和公义的统治这世界。求你把勇气嫁给我痛苦中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并且给他们学习赞美和礼拜上帝的力量，使他们的灵魂不待在痛苦中，使他们心里很平安，通过与主更加密切的关系，使他们在这里中享受自由、喜乐、平安。主耶稣，感谢你，求主借着圣灵的引导，使他们能够有规则的读经文，学像耶稣通过安慰、鼓励的生活，最好在他们心中的痛苦。赞美主的公义和仁慈，求主请听肉体痛苦的弟兄姊妹的呼求和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祷告。主啊，就用话语创造天地，凶猛的狂风也在主的威严前顺服。哦，主啊，求你现在用大能的把弟兄姊妹的痛苦中拯救出来，赐给生命，受其生命都在主的全能以下。求主使弟兄姊妹的痊愈，并且得到平安，向别人的见证主的存在，赐给他们的盼望。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主耶稣，每时每刻感谢主，你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阿们。路亚，荣耀归给主。一生一世，我们跟随你的十字架的路。Amen. 主耶稣，我们每时每刻，我们期待你耶稣基督你再来。主啊，我们愿你马拉纳塔，我愿意你快来再来。Amen. 主耶稣，我们不要依靠这个世界，乃是依靠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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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弟兄姐妹们今天的参与。那下礼拜我们就请叶汉中牧弟兄带领。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轮到国宏姐，好吗？好，若有不方便就让我知道。那把麦克风交给琳达，跟我们介绍下个礼这个礼拜是很棒的一个节目 Coffee Talk， 请大家竖打开你的耳朵注意听，请。Yeah, 这个礼拜我们邀请到了温正祥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台宣之旅，他应该有很多话要说。然后他下礼拜也有开始一个查经班线上的，欢迎大家参加，谢谢。什么时候开始？下礼拜二三我们会发在群里面。我们跟温弟兄查过好几次经，他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棒，然后他有很多分享，其实也都在我们的咖啡频道里面。他写的比说的更好听。没有啦，感谢神啦。这是开始的，其实是第三次第三轮了哈。去年做过两轮，就是启示录的探索。我为什么要开始呢？因为我知道今年开始以来啊，我那个启示录的网站啊，那网站，哇，好多人看了、世界几乎是好多地方啊，每天都有20几到60几人在看。我吓一跳，怎么大家这么有兴趣啊？好像神告诉我说，你应该再开始一次吧。既然这么多人有兴趣，所以我就是好跟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就下礼拜二早上8:30，美中时间。
和下礼拜三晚上美中时间7:30，所以看各位方便的话欢迎参加。一早一晚那内容不一样啊？都一样都一样，因为 不同人嘛，有人要早上有人要晚上，我说 OK 那我就哇好贴心，反正基本上我的都是在网站里面，但是我发觉这个要发网站出去、啊、很难发，因为启示录是太精彩了，这个不是这些视频啊这些讲解啊这些图像太多了，而且里面很多分析是蛮精致的，不可能这样写写哈、啊、写出来就好，我写也不好 OK， 然后再讲的话、yeah. 还好一点互动互动互动交流很重要，所以求主对啊对啊，您可以一起来帮助一起来把神的真理，我真的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那个启示录，现在每天因为末世将近的感觉。温老师，我特别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大家。温老师，可以，再重复一下，礼拜二早上8:30。哎，对，是的，我会再发一次，下礼拜二，每个礼拜二早上8:30。你那边8:30就是我们美西的6:30哈，6:30是不是？没有，你要讲哪一个时区啊？是美中，是美中的，美中的时间、啊。我可能调整一下吧，因为我考虑到台湾的时间啊，因为台湾蛮多人在看的。美中8:30，那就是美西6:30了。太早了啊！6:30、7:30，没有8:30是5:30。没美中，美中的8:30是加州的，6:30。6:30。美中的话是9:30。7:30那个琳达姐那个守望互勉小组的时间有冲，或者是礼拜三下午几点？没有，他有两个时间呢、啊。礼拜三下午几点？是晚上7:30。7:30就是我们的5:30。好的，知道了，谢谢。两段时间给不同的人，所以不用担心。好的，了解，谢谢。谢谢，求神保守了，我有祷告吧。好，那时间老师一次大概是2个钟头，对吧？1个半小时。好的，谢谢，谢谢哈、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参加。好，谢谢。平安，与你们同在。